粘人精。喂，喂，没想杀你的呀！我靠，我代替过来给你的，你把我妹子打了呀！哎呀，难怪你要打我的，哎呀，是我菜了，被自己人打死不丢脸啊？不丢脸，不丢脸，那绝对不丢脸。你把妹子给我，把妹子给我送过来，我带妹子一把。真的啊？哎呀，对不起呀、啊，不好意思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。你好呀。我是个猫仔。嗯，打什么都可以，主要是跟你玩。来吧来吧，哎，看哥哥带你挣把钱啊！好啊，你我，哎，你搞什么？偷拍我？我喝一个饮，我发个朋友圈。偷拍的要花钱的、啊、偷拍。哎，算了，我们直接去别墅。小心点。你可以不用跟我这么紧啊，我比较危险，我的位置。啊，不行，我害怕，我不能一个人在这，我害怕。那你跟着我吧。真粘人！跟九四掉了。我这样，我跟你说，我先去看点，然后你再闯。我可以，我体质好，我很强。你别！还有人，你交给我来。我还可以勾引他。啊！往回跑，往回跑！别往前跑了，往回跑！你快回去，回去，对，回那边的位置。这一楼还在，哦，我。没事啊，我先给你放个烟。你在这里原地回血啊，你别来弄了啊。啊、哦，好。真粘人，真受不了。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呗。等一下啊，我把这人打死再说，这人很菜的。哦，你给他发停止射击，让他别打了。舔我包，他敢舔我包，只档次舔我包。什么档次啊？你的包没有人可以舔，我也不能舔。后山有个人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。好紧张。我看你一点都不紧张。我社恐。看你一点都不紧张。社牛。我能不能表演个才艺啊？我有个才艺。就是我觉得就全世界就我一个人会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表演，我想借此机会展示一下。来，香香大舞台。然后哦，我要表演的才艺是白雪公主的笑声。真好听。哎声音还是好听的呀。不错啊。哎可以没问题。哦，你去看一下圆盘出机密了。社恐啊，社交恐惧症啊，我就社交恐怖分子，这家伙是。哇，你好准啊！嗨，你是今年以来第1000个夸我准的男人。哦，女人，说错了，对不起，女人就是问题的，我说错了。我们现在去干什么呀？现在撤退了啊！哦，牛逼牛逼！这个是高穿弹啊，五甲被穿透了，不行，回家了。哎，这把怎么好穷那种感觉？你今年多大呀？我刚满18岁。我去。我不信，骗子！100万！哎，我操，赚了600万！